圣祖呢？
直到永远，他的完全没有这么几年。这件事要怎么完成呢？因为我还没有出嫁呢。圣贤要降临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屹立，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将称为天主的儿子。你的表姐伊莎博尔就是那位被称为无病的，在她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，现在五六个月，因此对天主而言没有不可能的事。Thank you.
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们这里已经全都住满了。什么？你们这里也住满了？怎么会这样？是的，这里都住满了。这天我来保险上这个实在太多了，所以全城的旅馆基本上都住满了。哎呀，老板，请点闲情好了，帮忙想想办法。我已经赶了那么多路，我听。